谁呀？妹妹，啊，你干什么？怎么在这里脱裤子啊？嘘，小点声，我穿着打底怕啥？你帮我看一下就好了嘛，别那么大声啊。你这上班一点形象都没有，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换好了再出来？哎呀，我也想啊，可是这不是没办法吗？你新来的哦。对呀，哎，难怪你不知道，我老公啊，他管我管得很严的。我每回穿得好看出门，他不让我出来上班。这样子啊？嗯。你老公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哎呀，其实他是太爱我了，怕我穿得太好看、太漂亮，被人家拐跑了，他当单身汉的。这样子，哎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刚看你那个肚子也不小啊，跟我差不多嘛。怎么这个裤子一穿起来这么显瘦瘦的？哎，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。对呀，我这裤子很显瘦的，他们这个做四大码的版型，你看我都150了，肚子大，胯宽腿粗的，一拉起来全部能遮住，主要是弹力可大，穿着不紧不累，这个叫魔术裤，很好穿的。哎，商量一下啊，我等一下要去应聘哦，你这一套能不能借我去试试啊？不然我穿成这样肯定不行的。你这样肯定不行啦，肚子这么大，而且你后面还破了个洞，你怎么这样子来应聘嘞？啊，你没办法，我170了，平时都买不到衣服裤子穿。哦，这样子啊，嗯，你刚刚帮了我，我也帮你一下吧。我这包里啊，刚好有个同款，你拿去应应急呗。是吗？嗯，那行，帮我盯着一点啊。好。哎，这裤子好穿哎，高腰腰头的，大肚子都遮起来了，还带弹力，一点都不勒。你看这个小脚裤的版型，把我这个小短腿穿得又长又细的。对呀，你再把衣服搭上更好看。行，我穿这一套看不出来有170斤吧？看不出，你这样看就像120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应聘啊，一定能成功的。那这裤在哪里买的？我想多买两条这种小黑裤来换着穿。啊，我教你啊，你等头像去直播间，而且这裤子很便宜的哦，才几十块钱哦。是吗？谢谢你啊。好，这个送给你的啊，我上班去了。